我们的手指上有六条经脉循行，经常刮手指有助于疏通经络，气血循环变好了，身体自然棒。第一，如果出现咳嗽、胸闷、气短、咽喉肿痛等跟肺相关的问题，大家呢可以推拇指，从手掌向手指推，这里是肺经所经过的路线，肺主气，有肺部问题的家人们都可以推推这里。第二，想要改善便秘、腹泻，还有消化不良等与大肠相关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推食指。从指尖向手掌的方向去推，这是大肠经所经过的路线。所有关于大肠的问题都可以这样来推。第三呢，如果有心慌、胸闷、心痛、失眠等方面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呢来推中指，从手掌向中指推。中指呢对应的是我们身体的心包经，心主神志，推这里。对于失眠多梦有很好的帮助。第四个，全身气机不畅，推无名指，从指尖向手掌的方向来推。无名指对应的是人体的三焦经，三焦经主一身之气，经常推无名指呢，可以使气血运行通畅。第五个，心慌失眠，推小指。小指啊，是心小肠经循行的地方，心慌、失眠、心烦、胸闷等与心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推推小指。此外呢，颈肩疼痛、消化不良的人群也可以推推小指，也会得到一定的缓解。另外，我们在推的时候呢，可以边推边找痛点，找到痛点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多按上几下，大家可以多看几遍，都能学会。